大家好，我今天想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美国的 Black Diamond 他们家的头灯。那很多人呢，他们都知道他们家的头灯真的非常的强，那它的流敏数也分得非常的多。那所以说呢，很多客人呢都为了他的头灯来我们店面来找寻。他的头灯的话呢，有分成是100流敏的、150流敏的、160流敏的、200流敏的、225流敏的跟325流敏的。那每一款头灯的话呢，它的功能性都是不一样的。那当然大家也知道，流敏数越高的话呢，它的照射距离也越长哦。但是其实他们家的头灯的话呢，价格其实真的都不高。那像325流敏的话呢，它的价格大概是落在1600，然后可以再打九折哦。产品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店面还蛮齐全的。那请大家呢，如果有想要买头灯的话，可以到我们店面来做购买哦。